筋要慢慢的把它拉开，柔柔的，对，柔柔的，松松的，对，把弧度慢慢的延伸，要无限的延伸，对。很多人说我不会，猪谁卖不阿劲，那个感觉啊，眼睛闭着了以后放松，把那个感觉把它做出来，柔柔的，柔柔的，各位，太极怎么伸出来了？这样伸出来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柔柔的，跟着身体的感觉，把那股气拉长，延伸到你身体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角落，让你的细胞、让你的血管都充满了气。昨天你在那块木油，你有没有发现哪边阻塞攻哪边？我们现在伸展也是一样，要把它拉到你没有办法让它透气的地方，把那股气跟血攻到那个地方去。所以慢慢的，腰骨也是一样，要柔柔的，幅度要大，各位要动到你的骨头，动到你的骨髓。好，各位来慢慢跟着做做看来。OK， 加油，不要快，要慢慢的，对，要慢，要细。